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今天奔跑吧在昆明开录，首期录制上班的新鲜视频来了。李晨、郑恺、沙溢、白鹿、周深、范丞丞、石带上年盘张真源、孟子义、蔡文静来到春城昆明，嘉宾们也都穿上了点缀有花的服装，生机盎然的感觉扑面而来。生态季和昆明适配度很高，全员心中是牛仔风，和大家热情打招呼，活力满满，状态满分，已经开始期待节目播出了。